把兵力向北转右，提及要装备具有七二公民战车号。并在现场啊，暂时为每个守备部队啊，公示构筑之外，予以实施机动组。相关守备部队兵力火力设计机装干。啊！行爆炸，形成火海，造成营救人员紧急需伤亡。那同时，守备部队会在驾驶座的位置插门，设置鬼雷放箭，以防敌特工人员遇死于。雪山隧道主角设置，隧道内越接近隧道中心，主角的强度越强，使敌人深陷隧道内，再借冰火力阻牵敌军。首先啊，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，在雪山隧道建成十年之后，实施一个封阻的演练，那也验证我们固安作战计划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项。那这次的演练过程里面，我相信我们所有参演的官兵弟兄都获得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经验，那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所有封阻作业所需要的阻材、设置的人力、所需的时间等等相关的参数。我相信在这次演习结束之后，我们都已经获得，那也会成为我们将来这个阻绝计划未来修订的一个方向。像汉光演习就是在验证所有的计划，那不见得说有修正才要做验证，因为有很多人事的更迭，很多弟兄退伍了，很多军官调职了，那这些只是在重复的来做一个验证，然后让我们或者是说有新的武器研发出来，让我们能够再去重新调整或者是修正我们最完善的一个计划。这个雪隧的一个演练，它并不是在于说共军是否有改变任何的战术战法，这个不是，是共军在宜兰或者是罗东海滩登陆之后，然后我们会透过各项不同的战术作为一直迟滞，雪山隧道这边是我们的最后确保线。